我再想想，刘德华吗？苗条吧，然后调皮吧，帅气吧。只要我心情好，或者是有一些人做的比较逗和很傻事情，我就会笑，或者看一些比较搞笑的视频吧，就会笑挺久的，就是那种。我会跆拳道，小时候学过3到5年，拿过省冠军。就只能买一个就随便买买辆跑车吧，觉得。就方便面吧。